近日，媒体曝光了一组国足队员带着美女坐直升机去山里的度假村游玩的照片，引起网友的广泛关注，热评如潮。网友纷纷表示，浩彻已经无法满足国足了，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国足真会玩，球打得不好，玩倒是有一套，怪不得美女都被你们泡到手了。国足的所作所为再一次刷新了人们对足球的认知，就是这么的不堪一击，惨不忍睹。就算是在场上输了球，也跟没事人一样，坐飞机回去还晒自拍，一扫输球阴霾。这个乐观的心态的真的是让人佩服，整天把心思都放在了玩上，那球怎么能踢得好呢？足协对于职业的球员都没有什么规定的吗？就是一味的砸钱，完成任务式的训练，失败不反思反而无所谓一样。国足就是现在的一个现状，不思悔改还不如解散，这是众多球迷的心声。